Hello， 大家好，今天回来妈咪年初四晚餐美味秀。妈妈现在在炸这鱼，我在后面看。我讲今天要煮番茄鱼，是吗？番茄鱼啊，你炸了鱼过后，然后煮番茄一起。没事的。番茄汁配鱼叫什么？番茄鱼吧，叫它番茄鱼。我们现在在炸这鱼，我们这个菜酱眼熟的，这个是我的那个生的菜吃。然后别的菜买就是烂。看，这是生的菜，然后晚上还有生的菜吃，到嘴巴吃先。要去拿去睡觉去了。我还配我的那个猪辣吃的。乱聊，爸爸拿来洗。哦，玻璃生菜。那边吊子啊，吊子这个吊子哦。其实我来配那个什么嘞？先配了，等一下。拿一点起来先，然后配我的猪辣翅。好。就放猪辣翅。妈咪在煮鱼。我说拿一点我的生的菜起来，因为我等一下吃点生的菜嘞。拿一点，等下配我的猪辣翅就好了。还会吃辛辣呢？嗯，我特地买来配猪辣的那个菜。辛辣呢？嗯，明天呢？两两大片就够了。放两大片、三片。开始洗澡。嘿。哎呀，在地上。哎，我看妈咪的视角还是不错，妈咪在炸鱼哈。有妈咪在炸鱼，我们昨天吃鸡，今天吃炸鱼配番茄。太吃鸡要爸爸吃鸡，吃仔，吃仔。就是在一张啊，是吗？那你是有几张啊？什么你懂啊？啊，有几张啊？啊，一张原样是几张出的？一张你要吃什么？快点来 order 哦，不然等一下你真的是吃呆啊！一张，那真的是吃呆啊！那你要炸那个鱼柳嘛？你想吃鱼柳？鱼柳来没？哦，对了对了，你哪一柳？有去就炸那边来吃啊！我去拿鱼柳。我去拿鱼柳啦！我去拿鱼柳，哎，鱼柳长什么样啊？鱼柳啊，这边。天津有问哪个？快点，不然你没有肉吃，只是吃菜耶。Tenjin, are you want nugget? How many you want nugget? How many you want? Faster, faster. How many you want the nugget? How many you want? How many you want the nugget? Three. Three 啊？ Three 啦？ Nugget. 叮咚，我们才有 nugget 吃。你帮我拿十多片出来吗？这十多片。对不对？嗯。鱼柳嘞，炸到完。鱼柳炸一半，不要放完，因为等一下他们还有别的东西吃。阿瑞怎么过来的？啊，我叫阿米去打他。米去打给阿瑞呐，他整个炸他的鱼柳。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到他的鱼柳了。喂，你在现场哈、啊？阿弟今天破天荒煮另外一道菜鱼，然后鱼，然后过后就炒番茄汁，这个比较简单哎，这个就是哪？我们有腌过那个鱼才下去炸嘛。啊？过啊过过过。我先过。冰，你要鱼柳吗？鱼柳。放在身上。
你要吗？要我就扎多一点，不要就扎几片。扎多久？十片还是五片？八片啊。扎多三片啊。八片是两片了哎。就是冰叔还有，冰叔还有。他多的十片吗？是分三次扎喽。扎八片啊。三，多的二十片。七片呐，七片呐，七片。七片，三七二十一。以翔穿衣服，啊 ，YS 想做你没有办法 ，YS 没有办法，人家身材比你好 ，YS， 你看人家没有杜兰的，看到吗？背影极漂亮，你看人家没有杜兰 ，Henry，sorry， 刚才 miss 掉跟你的 meeting， 不小心睡着了，然后时间七点时间到就起来吃饭，然后看遇到妈咪还在煮。妈咪七点煮饭，因为六点备菜，六点到七点备菜，七点才能煮，然后七点煮到八点差不多。哎，妈咪的鱼炸好了，妈这鱼炸好就可以吃啊，熟了了嘛。哎，怎么还有？你只放哦，你只放薯粉这样子才炸，不用放盐了没？有啦，有一点盐。哦，放一点盐哈、啊，盐然后薯粉。阿弟在示范，盐、薯粉，然后就拿下锅炸，炸到熟为止，对吗？几个？十多个？十二个？十二个够啦。我们十个人，那你吃一个吧。肯定吃三个的。你不要上边去香去了。这是我们还有哪个啊？啊，要不要收？十个就够了，拿个十个了。哎，肯定吃比较多，因为是想炸到青瓜干下黄下。对啊对啊，我就旁边，我就旁边。今天很大哦，不够吃，不够吃的。我要刚刚好的，要有生菜的。这是安迪秀的宗旨，美味秀的宗旨。他煮饭要刚刚好，要吃不够，然后你们才会想念我。下一个菜要煮什么？嗯，各位妈妈们要学起来了。明白，因为很多我们家的小朋友啊，我们家的大人们啊，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都不吃剩菜的，对吗？我们在煮，在炸第二轮的鱼了。还有一个是不拿的过来。有啊，都认吗？有，问安迪。哇，好怕，给我包套餐，得二十片。拿到是的。嗯 ，thank you。其实妈妈不用搬出啦，因为妈妈比较深浪一点，不是大东西。噔噔噔噔，嘿，好吃吗？等一下，我们今天呢就煮妈咪的番茄鱼，番茄鱼，然后我们等一下也是用清炒菜，今天也是清炒不同的菜。然后牛记哦，刚才来得及赶回来，不然等一下他就被军，那他们讲过了哦，今天十二点会有军队开始在那边戒备了，说我们今天牛记就快点赶回来，不然等一下到时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回来了，他今天没去看孩子，看孩子发烧生病，我妈咪也淹美了，妈妈，奶奶。How your day at home? Auntie today cook fried fish with potato. Hello everybody. 休息啊。不用不用，他不用水，我不用过水了。Hello everybody who on the Facebook live, on my Facebook live now. My mom is cooking for potato fried fish. Now she's fried.He's frying the fish until it's cooked 100%. After that, you will cook the sauce for the potato sauce. And you mix it up, then we will be ready. 是不是很有疗愈呢？其实我比较少吃炸鱼，就炸鱼感觉有点油腻，可是这个鱼炸起来好像不是很黏鱼哦，是不是因为我们每次炸错方向？因为什么叫炸错方向？就是我每次炸到黑，我才当做它熟。
可是妈妈炸的好像是半熟、这个是。这个是你的问题。我们要跟人家讲一下吗？等一下人家自己在家煮的时候讲，这不我们炸的白灯跟安迪炸的白灯差这样远的。你看安迪炸的白灯没有全熟的，我们炸的白灯是全熟的，然后每天炸的干干。我们才几年功力？我没有，我们四十天都不到的功力，跟安迪炸四十年功力没有办法比啊。娜娜 say keep eating。娜娜 after another 10 days 啊 ，you will see we all rounder face already 。See, Nana, you can cook at home. Just use the oil, the cooking oil to fry the fish. Then you turn the color like this one. Then after that, Auntie cook the tomato sauce. The tomato sauce, it will, as a sauce, then to mix it up, then you can eat. 那其实是你是煮180熟呢，还是先煮80%熟？等一下滚一下就好了。哦，就滚那个姜啊，哦，就是姜配那个 potato， 够啦，谢谢，够啦，够啦。谢谢哦，等下我们还有那个，等下我们还有那个 tomato 鸡蛋，已经两天没有烧鸡蛋 complete 了，很好玩呢。来这里，因为我 focus 这里，哦，你有调啊，你看啊。等一下，你放在哪里啊？其实哈，他们有问我，哎，你的手为什么这样稳？就是我拿一个 stabilizer 来拍，这样我的手又不会抖抖抖抖抖抖抖。那你们看了晕。这个要几个鸡蛋啊？哎，阿姨上线呢。这个要几个鸡蛋？啊？这个哈，你可以打五粒鸡蛋够了，五粒呀，那多啊？五粒鸡蛋够。你可以去做帮忙了。来打五粒鸡蛋。我们煎个一下。可以。你拿那个圆的比较好打，圆的那个玻璃的那个碗比较好打。你再拿一个打咯。下面。啊，这个也是可以。下面还有。煎牛鸡来凑热闹啦。煎妈咪比较轻松一点，不用那么多帮厨，因为她的菜全部洗好了。啊？平安过来啊，今天多来一个帮厨哎，今天我今天只来拍摄哎，不用做帮厨，因为今天有牛弟在，我在那边轻轻松松站旁边看就好了。你看安迪的表情，妈咪煮饭可以开心一点了。安迪煮饭很像很辛苦这样。那个鱼还没有喷上来，这样跳哪里？听到吗？安迪说炸东西的时候注意安全啊。等下那鱼来的时候，快点走到快一点，不然等下碰到自己。对，你看安迪的鱼差不多炸到熟就可以起锅了。你还要多一个盘吗？我们家呢，就很像现在是年初四过年，然后妈咪现在能想到她的煮什么，我们就在家吃什么。安哥、麦哥，晚安好，你吃饱了没？我家妈咪在家煮鱼，今天这好像有鸡哦。叮咚，你的鱼要起锅了，七七八八了。等一下我们就等妈咪煮了那个番茄酱，我们就。大功告成了，我们的番茄鱼。牛，里面很有食欲呢，我刚有拍。里面很有食欲。哇，看我那里那个油。对啊，而且还干大。你光买甜的大。所以你看妈妈煮，妈妈其实也是跟那个鱼有防疫一下。只是不用一米多这样远，一米多就摸不到锅了。妈咪至少跟他有一寸距离，是安全的距离一寸。然后碰锅手准备个盖，像那天这样子啊，准备个盖盖着它。如果真的是它在碰的话，在里面打架，这个鱼在里面打架哈，我们会拿锅来锅盖它。这声音很疗愈哦。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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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你不是要炒菜吗？等一下。算你啊。美吗？我们就这样子等它炸到有点金黄色，然后你大概可能拿一个筷子啊，剁一下，剁到完下去呢就全熟了。我觉得很热，蛮热的。那一单已经干净回到来，慢点。你今天蒜米切了吗？啊？哎，蒜米？我阿弟、阿哥、阿爸爸切好了。好了，鸡蛋没有放东西的哦。不是要放一点酱油吗？放太多。我提醒你一下，放酱那天这样子，我的鸡蛋没变少。还有谁上线？大家好。一辉，在家快点可以学煮起来。晚安，可以叫伊琳娜看看一下，可以在家煮啊。大嫂在上线，大嫂是你的忠实观众哎。大嫂是你的忠实观众，在线上看你煮鱼。今天我们煮番茄鱼，我们炸了，然后就备用。对啊。啊？这番茄鱼的。然后这里要撒酱油，那就骨头要。可是这个有点危险，因为扒掉骨头。哎呦，像炸这骨头。还是你一般放酱油，一般放那个番茄。好像也是对哦。我跟妈咪讲了。叫我们来切的。跟爸爸讲。爸，你想帮我一个忙，你会用刀吗？叫爸爸切啊，叫安哥切，安哥切，把那个姜切丝。爸爸的刀工比较好，我们还是不要自己切。爸爸，那个姜要切丝，妈咪讲。我以为加酱油诶。没有，我们放，因为鱼很多，一半煮酱油，一半煮番茄，煮两个口味。有啊，酱油一样，有地有醋的。妈咪今天教你怎样把鱼分两锅煮，煮两个酱料，一个等一下我们就煮酱油鱼，酱油鱼，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就煮番茄。我们前面呢就是游玩区了，小朋友还在玩耍。爸爸，那爸爸在切酱油丝啊。然后从小到大呢，每次都是看爸爸是帮厨，妈妈是主厨，然后。爸爸就会在煮饭前就开始准备那些料，然后妈咪呢就是准备料过后才过来煮，然后每次我们叫他煮，他说你们要帮我准备菜呀，不然我不要帮你们煮。所以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主厨也是好的，我们至少不会煮，会备料就好了。那安迪还把那个鱼的油收起来，你有真的把那个虾的油收起来吗？我们爆香，放一点油，少许爆香我们的姜，爆香我们的姜，那个姜，爆香姜过后呢，然后爆到它差不多，爆香一下，煎煎一下，只放姜而已嘛。还有哦，放姜，还有 potato， 那我们就开始煮酱料了。妈咪，你怎样知道那个姜爆香还是没有爆香？会看一下。你怎样知道嘞？它硬掉哈。
变什么颜色？外地门口去炒菜的。你去炒菜现是啊？我看你很。哪里？跟你看那些。爆香，我们的爆香，爆香。这是鸽子没？不是，比较小吃。不是鸽子啊。没有，看起来每只都一样啊。你是哪去的哪里？是在里面。找不到，没有看到哎。是你要去装点？有了那个。没掉。没有看到哦。先拿去呀、啊，还是先拿这个？这个姜不是放猪哦。谁拿了妈妈的炒菜？这个肯定是来的。拿这个先拿妈咪，可以吗？哇哇！你看到放水了？只要你不找他，他就出来了。他会出现。不知道哎，妈咪突然间上线很多人了，来看你煮饭，看必修煮饭哦，其实很有疗愈的，看，其实角度比较好哎，这角度比较看得到妈妈，刚刚角度顶顶着。先帮妈咪烤一下，妈咪说你不要切丁哎，大个比较好煮哈。哦，大概爆香那个姜过后呢，就放那个番茄下去，然后就丢那个，就倒用小碗水，然后煮成酱汁，然后我们就淋在我们的鱼的上面，就能吃啦。过年锅还好哎，这个，我右手拿着相机，左手拿着我的勺子，嘿。妈咪准备放一点盐，不要讲，应该不粘锅，这锅还蛮好吃的。放一点调味，味噌调味，这样子。Brian， 你可以在家轻轻松松煮这道菜给另一半吃。调好味过后，我们就煮到干水啊。煮到。现在勾芡哈、啊，妈咪现在勾芡了，放辣椒的嘛？不用，就是吃甜甜的啦，酸酸甜甜。哦，吃酸酸的哈、啊。所以番茄酱呢，煮起来其实是酸酸的，妈咪讲的。嘿，安迪有忠实粉丝。喂，快点学起来，煮给伊丽娜吃。番茄鱼，你在家好吗？有没有很无聊？看 KL 好像很严，这样哦。KL 的那个戒备好像很严。干净，没有它的颜色。再加多半小碗水就好了。然后妈妈，等一下呢，你勾芡了哈？有啊。哦，等一下勾芡了。然后过后呢，煮到收缩到，那我们就勾芡。嗯，今天有说到 COVID-19 的 case 哦，有人有死亡病例了，医务人员的死亡病例。安迪自从那天第一天跟他讲，不要练铁三掌，在 Facebook Live 现在会拿汤匙了，不然平时安迪就拿手。是哪一味道啊？要看一下谁吗？要看嘛？哎，怎么变这个了？没有，因为糖亡了。这个是那天之前很早之前买错的糖。要不是甜死你，来熬了。拿这一个叉，这样子叉叉叉，比较快。那天买错糖。喂，下次你来我们家就靠你煮啦。你来我们家靠你煮啦。好了，爸爸切姜丝很快哦。
妈咪还没有煮好，爸爸已经切好了。然后你下次就是 YS 你煮，然后伊琳娜备菜哈，还是你备菜伊琳娜煮？安迪的番茄 sauce 差不多要好了，再 try 到一次味道，看有没有酸甜酸甜，就可以起锅了。没有甜还是没有咸？没有甜。看一下，这很漂亮，很疗愈哦，这颜色，颜色很漂亮。现在有没有很美嘞？我买了错了糖给妈咪，看到吗？你们不是要煮饭的人，千万不要买这个糖，这个是错误的示范。可是买了也买了，所以要用完它。你们买那种颗粒型的那种糖比较适合煮饭，这种就没有这样适合煮饭。嘿，叮，我本来想说啊，不知道哎，你 try 一下，怎么放黑酱油嘞？调色哈，先点好，不然太黑。我们有要求，还要色香味俱全的，把那个 tomato sauce， 你看颜色，没有它的 color， 有啦，你勾芡了，该让它倒一点那个番薯水，是番薯水，然后勾芡，然后我们就下，妈咪那个第一个炸的，啊、哦、这个第一个炸的，没有啦，这个只是普通的，哦。烧，小心烧！我们就下我们刚才煮的鱼。有啊，安迪每天哦，我录了过后他会看回去，看他煮到怎样，我有没有讲错 ，recipe 有讲对吗？然后步骤有没有讲错啊？然后再看一下他的那个整个那个鱼怎样在进步啊？啊，安迪是很有要求的。我每天昨天我录了差不多接近一个小时，他看了不止两个，一个多的一个小时看 ，repeat 就 repeat。所以喜欢看安迪煮饭的，在线上给他一个赞。嗯，安迪很有，下次他就每天在想要煮什么饭菜啊。让我们嘿，等次的节奏。所以下次我们做大实惠，可以叫安迪大显身手了，对吗？哎，干了哦，那个干，很快哦，很快就干了哦。哎，我以为你的汤很多，嗯。对了，那它就没有了，没有看到了，那。Hello， 线上的朋友在轻轻松松煮 tomato sauce， fried fish， 够了，这应该是可以的，可以留。对了，嗯，第一起锅了，起锅。里面很漂亮啊，我们的鱼就好了。姐呐，哦，很烧哎，啊，旁边啊，旁边啊，很烧啊，很烧啊。妈咪，你要炒另外一个 sauce 啊？嗯，上面有水的。地上有水，小心，该不然倒掉。不收一下，我要放东西啊！弟，给他们做我们回来现场，刚才我走去后面断线了。我们点少许的油，让我们把爸爸刚切的葱丝，看到吗？在切着的葱丝，现在在爆炒，帮妈咪翻一下。他等一下烧焦了。妈咪很喜欢爆炒葱丝，因为我发现妈妈哦很喜欢葱丝。爆炒了过后呢，配那个酱油，
然后他就很喜欢吃那个虫子，跟牛记一样。这间煮你的 favorite 是爆香，你的 favorite 你可以爆到我妈咪，牛记喜欢吃。啊，这里剩下怎么办？收住哈。牛记真是很喜欢吃这个味道。嗯，爸爸也是啊，弄完的爸爸放这样多，还想做他爸那个太多了。我们在炸这姜，放少许油，然后把姜切丝，然后这样子煎炸到黄色。妈咪，可能煮，对，安迪，你还要洗面，不要洗完了，丢进去先，嗯，等一下才洗，聊味道。爆香整个那个鱼，在爆香着。哎，你没有打，所以我们变成酱油鱼啦。我妈最喜欢的李锦呀，我们回来现场，刚才断线了。最近不为什么 internet 不是很 stable？妈咪，刚才我们错过了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把我们的鱼跟妈咪倒的酱油冲啊那个姜丝，这样子均匀了，就是这样子的样子啦。Sammy， 你在家吃什么？那安迪很会煮，这是我们给孩子煮的 tomato sauce fried fish， 然后这个是姜丝啊酱油鱼。姜丝酱油鱼，我们现在转回去我们的煮饭现场，去拍安迪秀了。然后妈咪现在今天还要煮tomato 鸡蛋，我们现在在炒这 tomato， 放一点油炒 tomato， 然后呢就打蛋，蛋已经打好，我们今天打五粒蛋。然后这边大概有四粒 tomato 左右，切丁。四粒 tomato 切丁，然后打五粒蛋。然后过后呢，在下蛋之前呢，我们就放一点酱油，然后去煎就可以了。看我们在爆香的那个 tomato， 煎真的是很热，我在后面哦。拿着那个手机我就已经蛮生汗了，所以我觉得煮饭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妈咪在家动手煮饭一点都不难。妈咪差不多哦。 Ryan How your day at home？酱酱放一点，我们现在七七八锅，我们放一点盐，我们放一点盐，看到吗？放盐，然后放糖，要放糖吗？不用啊。妈咪，你现在醒目了 ，before 放蛋的时候先放下去。我跟你讲，那天哦，我们放了蛋过后，我们才调味。结果那个调味料全部在蛋的上面没有均匀，然后现在我们在放下蛋之前，我们先放那个potato下去哈，调味一次过做好，然后才加蛋，这样哦它就比较均匀了。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调味料在煮这了，炒一下，然后过后呢，我们就可以。直到它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蛋啦。蛋要放一点酱油嘛？有啊，放了。给你看，我们先打五粒蛋，
丝粒啊、切啊、丝粒把它都切丁，切了丁过后呢，五粒，我们丝粒把它都切丁，然后五粒蛋，打蛋的时候放一点酱油，所以你等一下你的蛋你就不用放太多一些调味料了。可是在我们下蛋之前会建议你先调好味，你自己要的口味，放一点盐，一点糖，一点调味料，然后过后呢才把那个蛋倒下去煎，不然的话如果你倒了蛋才调味哦，那些调味料就会粘在那个蛋上面，它就不均匀，所以你吃的时候可能会咬到一口的盐啊，一口的糖啊，或者一口的调味料。好，这是很健康的大葱蛋，蛋很多五粒而已哦。哦，我懂为什么，因为那天我买的是小粒的，细的，这个是过后买的全部是 Grade A 的，大粒的蛋。很棒。嗯。疗愈哦。Mommy is cooking tomato egg. Just now we use four tomato, and we cut into small pieces. Then after that, we have prepared for the five eggs.And mix it up, stir it up. Then after that, we fry the tomatoes and the eggs together. OK, 差不多了，多一下我们就可以起锅了。是很漂亮，那个蛋煎起来的颜色，然后配搭浅橙红色的 tomato， 这个颜色是很疗愈的。其实早上我觉得煎这个蛋也是蛮不错的，蛮健康的。如果你本身有些我看过他们用那个 butter 来煎这个蛋，我之前看过人用 butter 煎这个蛋来吃。蛋多。煎蛋多，也可能煎比较大粒。我那天五粒是小粒的，五粒是大粒的。有没有很漂亮？那个颜色很疗愈。那我们就吃你了。我们等一下就吃我们的 tomato 鸡蛋，就把它吃光光。这样很烦哦，放太多蛋了。漂亮的颜色。就我们妈咪来我们家煮饭哦，因为蛮 limited 的，因为我家的锅不多，所以安迪煮蛋好像很辛苦这样。朋友也是跟我讲。安迪，你这样很难翻你的东西，这样其实是对的，因为我家最大的锅就是这个，安迪就什么东西就拿来用了，跟特地去买锅，他讲反正我也不是煮很久，只煮两个星期而已，所以不要再去买锅，再付钱，要妈咪回去了，然后我们就没人煮了，就摆在那边摆美了我们的锅，然后因为妈咪来这边煮，我们还特地去搬那些放在 store room 的。碟啊，碗啊，连饭锅也搬出来啊，微波炉也搬出来，阿温也搬出来。我相信有些人平时没有煮饭的，最近也是最近在找自己的锅，在那边找锅来了，对吗？刚刚哥哥突然间跳一个 Facebook notice 出来，没有阿贵开一个 Facebook notice， 所以阿贵这样厉害的，他可以放那些 decoration 哦，那些花朵啊，什么花朵，哦，厉害哦，找一下。找一个有没有蛋还是什么的，会，哦，这很丑啊，会，诶，妈咪，妈咪突然间变很漂亮，美颜美颜，妈咪这个是美颜的，安迪，这样子背后就很像有点那种樱花姑娘在炒蛋的感觉，来特效特效，看到吗？嘿，我们看回我们的蛋，你看。感觉在樱花炒蛋这样，看一下有没有别的很好玩的。吃蛋啊，身体健康。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恐怖的，咦，这个很恐怖。嘿，妈咪，妈咪，很恐怖啊！妈咪的样子，你看。等一下我看，等一下看 video 还一定在骂我，在丑化他。那我们看一下有特别的。Halloween， 不加心就提蛋。哎呀，这刀片很适合，因为我们在炒蛋。我看到一个不加心就炒蛋。cue 我现在的那些 Facebook 的 Live 的那些。嘿，加
锵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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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咪现在变成为澳那个唱澳大戏的唱大戏，唱大戏。妈咪你接一下，哇是阿丽。哦，妈咪翻得很快耶，叮，翻好了。我们的蛋有没有漂亮？妈咪有要求，她一定要把那个蛋剪到美美的、圆圆的，不会像我平时这样哦。翻不到的话啦，我们就会跟他切成四五瓣啊才翻的。妈妈是要美美的整粒这样子翻的，看到吗？这个 AI 蛮好玩的。妈咪蛋，看啊，妈咪讲哇是阿丽，妈咪你讲哇是阿丽，哇是阿丽，哇是红包收集名。阿丽啊，等一下你看我一定你就觉得他没笑啊，好笑啊！等一下你看好笑，等一下你看的时候你就懂了，说我在那边笑。妈妈很配合，妈妈在唱戏。我们现在走正经路线了。噔噔噔噔噔噔噔，给我跟妈咪放一个唱大戏的样子，等一下看了一定在那边笑啊。差不多，我们的鸡蛋要上上场了。今天鸡蛋很多。应该差不多七七八八了。看安迪是有练过了，在家不要学那么危险的动作的，晃晃晃晃晃，很危险一下。其实我发现到，通常备菜啊，大概花一个小时。煮饭呢也差不多要花45到50分钟左右，所以在家朋友，如果你是吃7点半或6点半的朋友啊，可能你就要4、5点就开始准备备菜了。所以我们通常呢，我们是吃7点、8点的，所以我们备菜时间都是5、6点啊，这样子的时间应该收了啦。然后写这个卡呢，应该是收了，我觉得收了。我觉得我们明天可以煮了当几次哎，妈咪，我们先预告明天煮了当几次，好，明天可以煮了当几次。啊，第二哪去前面了？我们美美的鸡蛋好了 ，ready， 很漂亮哦，那颜色，我修一下，很香。啊，第二去前面，很香。很烧。你不剩下菜了没？啊？什么？炒菜啊 ？OK。去准备了。你要炒什么菜先？有菜。妈，这小米菜蛋哈、啊。这很像是菜蛋哦。我们炒菜蛋先。洗得很干净哦，我们的菜蛋菜。我买了差不多4、5包，妈咪在讲买太多，它这个菜比较容易坏，不要买太多。可能你真的是买这个菜的话，就要现煮了，因为它大概放2、3天弄到水哦，它就开始黄了，就不新鲜了。所以如果在家是喜欢吃菜胆啊，可能你买回去隔2天就要煮掉。不知道爸爸安迪准备的，那我们现在呢，把时间交给妈咪了。妈咪放了油，放了蒜米，爆炒它，看到吗？爆炒现在，清，爆炒了，爆炒。然后我们就清炒我们的蒜米，哎不，清炒我们的菜吗？这叫吗？菜胆，油嘛，这是油嘛啊？还是菜胆？油麻，这好像是油麻哎，迷你。不是啦，这哪里是玻璃生菜，这小片，这很像是那个小颗的油麻哎，油麻啊，我们广东话叫油麻，这是油麦菜，不耐放哦，所以在家不要买太多存着，因为这真的是不耐放，大概2、3天哦，你没有拿来煮的话，它就已经坏了，橙黄色坏掉了，放上去就这样子。
很香耶，我吃到那个蒜香的香。你的蒜香太香了。这是蒜香。香吗？那蒜香。走回来。你看安迪煮饭。没有，那个声音很疗愈耶，下下下下下下下，那声音很疗愈。所以在家里不会煮饭的朋友啊，不会炒菜的朋友啊，其实你也是需要去买菜，然后在你煮之前，可能就拿油爆香蒜米啊，也可以，要爆香姜离子也可以，要爆香啊、那个虾米也可以。然后呢，爆香过后呢，你就可以啊。放菜下去炒了，炒到它熟透，不用熟透啊，大概80%到98%熟透这样子，就可以起锅了。我们现在调味，放一点盐，放一点调味料，我妈最喜欢的那个韩国调味料，要放糖吗？不用了，只是放盐跟调味料就可以了，不用放糖。炒菜记得不要放糖，因为菜不然就是把。菜本身的那个味道也掩盖了。我们家是喜欢吃咸的，所以都会放盐炒菜。我发现有些人喜欢吃甜的，就会放糖炒菜。我放一点蚝油，没有，那奶买多两罐美女。放蚝油，提味。蚝油会咸吗、？蚝油本身是咸的、啊。像如果你要放蚝油的朋友，你就不要放太多盐哦。因为蚝油本身妈妈讲带一点咸味的。那我们现在呢，等妈咪翻盖、翻盖、再翻盖，然后就可以起锅啦。嘿，很疗愈。妈咪这边比较顺手。好。嗯。好了，我们的油麻清炒油麻酱油好了啊，好烧啊，真的是很烫，我没有骗你们，这个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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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烫啊，因为我一只手拿相机，一只手拿那个菜，很烫啊，你看我手都红了，看到吗？掉血，这个铁砂掌不好练。这个是我们的油麻清炒蒜米加蚝油，然后这个是我们给海蒂道煮的煎那个鱼，然后配我们的 tomato sauce， 然后这个呢就是鱼配我们的酱油，还有姜丝，然后这个是妈妈今天备用的煮的 tomato 鸡蛋，我们现在回去妈咪的煮饭现场了。第九、第三人了，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家会煮这么多菜哦？因为我们家其实有10多个人吃，然后呢，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都喜欢吃菜多，所以我们通常一个晚上呢可以煮3道菜来配食。然后妈咪现在煮下一道菜，也是一样，奶油爆香。油爆香过后呢，我们就准备开始炒菜啦。炒这个先哈、啊，炒这个先。那个要放点盐啊，放点盐。是哈、哦。安迪呐，洗一点姜和盐，姜和盐。姜一子，姜一子，洗一点姜一子。啊，对。Hello。一点点就好。灭火啊，太旺了，这个味道，烧焦味，有个味道上来。OK， 爆香过后呢，我们就放我们的菜啦，也很疗愈。
再炒一点，太多了。炒菜呀、啊！这个是我 salad 菜来的，原本我是要配 salad 吃的，爸妈拿来洗了过后要拿来炒也是可以。然后我昨天还有另外买玻璃生菜，其实玻璃生菜拿来清炒也是很好吃。如果喜欢吃玻璃生菜的朋友啊，大家可以 try。颜色搭配很好。妈咪美味秀，把它40年的功力，尽现在这14天内。有再加一点点。对呀、啊，因为它的这是煮，妈妈这是生吃的，其实不难煮熟的。Thank you, Andy。起锅了，妈妈起锅了。我还非 WhatsApp 送我他的晚餐。有啊有啊，带他。他朋友现在知道他很会煮啊。你看二姐切水果是这样子的，用煮果。二姐你怎么你在盘上面那边切的，不是在砧板上面切？我们有水果部，这边是我们的饮食部。妈妈煮菜第一名。你猜怎么问呢？哇，妈咪，安迪班你第一名嘞。第一名啊，不是。安迪班，我们是切水果第一名。我是最后第一名，第一名就是。来，你走那边，站那边，站那边来。你可以看二姐的甜品，给你看二姐的甜品。我们的龙竹果，还有我们的芒果，二姐刚刚切的。二姐你有进步哎，没有切啊，比上次没啊。上次二姐切的那个芒果，我们全部在摇头。就是切多几次就进步了，妈咪，是吗？切多几次就进步了哦，二姐。然后现在妈咪在爆香姜鱼子，然后过后就炒放菜啦。轻轻松松在家做准备晚餐。那是什么菜哦？哦，这个是那个芥蓝诶。是啊，不会弄啊。这是我买的芥蓝菜诶。刚那个是油麦吗？这是芥蓝。有吗？我们刚那个是有吗？这个是芥蓝菜。在家炒啊炒啊，这个芥蓝也是很好吃。喜欢吃芥蓝的朋友啊，可以尝试在家做这道菜。但是可能再抓一个比较好的 angle 给妈咪拍给妈咪，因为我发现这个角度是很好，可是很多调味料挡着妈咪的视线了。然后会拍摄的朋友给我一点意见，在厨房拍摄要放什么角度比较好？安迪是有练过，安迪是现在是5分钟炒菜啊，本来10分钟炒菜，现在是5分钟炒菜，很快的，用最快的方式炒熟就好了。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是咯。反正那天才买应该还好吧，这个很像是拜二买的，还拜三买的。我们一天虽然我们炒三样菜哦，三样菜昨天也是吃清光，我觉得今天炒三样菜也会吃清光。安迪的火候刚刚好，不多不少，七七八八了。然后我们最后呢，炒完这道菜过后，我们就煎我们的鱼柳，
还有我们的哪个是大功造成，哪个是不可以给小朋友吃的。我们家小朋友比较少吃菜，就喜欢吃煎炸比较多。可是我发现现在超级市场很方便哎，哪个啊、鱼柳啊，全部都已经是被变变了的。基本上它就是买了你解冻，然后你就可以煎了。哎，好吗？哇，那个他把那个汤吸到我啦，那个油，真会吸的。没有啦，这个菜不会有水。哦，这菜不会有水。熟啊？懂，应该熟了吧？小心烧。OK，Gregory 你在线啊 ？Gregory 你在哪里？看到 YS 送我晚餐啊 ？YS， 你来 JB 的时候才叫安迪煮给你吃啦。我们还另外炸哪个？炸鱼柳，这个是阿 Rain 特地买过来的。阿 Rain 他吃不到鱼柳，还买了两大包的鱼柳来我家，怕他吃不到。那我跟妈咪讲，你一定要炸给他啊！他已经等你的鱼柳等三天了，今天是年初四了，还没有吃到他的鱼柳。其实炸也是很方便啊，炸你那个油热了过后，然后就开始炸。通常我看妈妈炸很快耶，不用五分钟他就拿起来了。哎，我的零食到了。你看安迪很熟练，对不对？我们现在做最后一步啦，就是炸我们的那个。还有我们的鱼柳，然后我们的晚餐就大功告成。我们今天煮了有炸鱼，有两个酱，一个就是酱油酱，一个是我们的番茄酱。然后另外呢，我们清炒三道菜，就是我们的油麻、我们的芥蓝，还有我们的那个什么 salad。 哎，你在哪里看到？哦，我们的 salad 菜，爸爸误以为那个 salad 菜是玻璃生菜。然后还有我们的 tomato egg， 就是我们的番茄蛋。去叫 Gregory 下来吃了，开饭了。他们每个饿了。哎呦，慢慢炸，慢慢炸。妈咪，你炸到很有水嘞。你们在不要学妈妈用手哎，妈妈练过哎，我试过上次像妈妈这样用手去翻，我烫到我的手。我看你很像没有烧这样吗？上次我炸的时候不是学你哦，结果安迪还是有练过的。快哦，其实我发现到那么快。14天的行动限制令啊，先来到年初四了。然后我朋友问我，哎，你在家吃的很丰富哦，很不错哦，很像在过年。然后我就跟他讲，其实你把14天当作农历新年来过啊，其实就很快过了，因为你每天都是在家吃啊，你不是待在家工作就是吃，待在家工作就是吃喝玩睡，就玩的几率就可能没有啦，因为你不能出去嘛。可现在看戏也很方便啊，我家的小朋友都是看 Netflix 的，可以待在家看戏。然后现在学校啊还安排 online schooling 也是很方便，就觉得你就把它当过年来过，就是时间比较快。冰冰，你泡的茶没有色，没有味道。你泡的茶是没有色，没有味道。你没有色，没有味道。你放一点烧水。我还特地拍他的晚餐给我看。我们在家也可以很轻轻松松，有妈妈在的话就妈咪可以煮，妈妈不在的话我们也可以自己动手简单的煮，可能就味道没有像妈妈煮的那么好吃。然后你知道我们家还好是很多都吃不胖，不然的话哦，妈妈这样会煮。这个是那个印度米的调味，你放糖吗？
Thank you, baby. 因为我那个把我的姑妈吃，俺哥把我的沙哟那个沙乐菜拿去炒了。干嘛暖人炒？随便炒。俺弟也是炒啊，俺弟也是。全部烂掉了咯。俺弟也没讲不可以炒。可以啦，是烂掉了。你讲什么菜都可以炒啊？你给我丢下来。没有，俺哥以为那是玻璃粉炒的。这趟饼出现了，然后晚上肚子饿才包那个粗烂面包。我买了面包。哈？怎么？有了，最近有味了，最近有味了。面轻很多了，安迪轻很多了。你想讲，冰厨不是要有味就有味的，他讲的也是对啊。你可以放一点 green tea 进去，里面 stand by 了。green tea 最后两包哈，两排喝完了。我看你已经喝完一排了。再放多一块进去哦、啊。我们家真的是在过年，天天爸爸今天煮两个鱼，先有三个菜，一个蛋，两个鱼的煮法，然后还有鱼柳跟那个哪个，啊、嗯，今天很丰富，很丰富。妈咪在煎呢，小火煎。哎，你是大火煎，小火煎？嗯，大。这样子的火。没有退冰。中火炸。应该忘记拿来退冰了，所以如果你要拿。再拿冰箱出来过，可能要给它冷却一段时间。有些人可能在家不会炸，你可以看安迪这样，其实不需要开很大火炸，是因为它你要确认就是里面它冷却了过后，它已经本身是熟的，你只是把它炸成金黄色，一下子这样可能五分钟就可以上锅了。它是熟了的，不是？所以它是熟透的，其实。本来就没有退冰。只是没有退冰，妈咪需要煎久一点。可是每次你不是大火，然后逼那个油出来先的吗？我每次这样子的哦。然后这样子，这鱼柳，你看，当然不是鼓励你14天都吃鱼柳啦，只是说。偶尔想念外面的味道，就在家煎一个这样子的鱼柳自己吃。开饭啦，吃饭啦，开饭啦！你看，妈咪练，妈妈练她的铁砂掌，很危险，在家不要学。我那天 try 了，真的是烫到我的手痛。在家不要乱学铁砂掌。喜欢吃安迪的菜，记得去 like 他的 Facebook 啊！叮咚叮咚，我们在等。嘿，妈咪，你的筷子嘞？你那边不是有的板咩？还要用你的手？你要错误示范给很多人呢。你的粉丝全部都要用手，要跟安迪学习铁砂掌。不要用手哦，现在提倡健康卫生哦，不要学安迪练铁砂掌哦，安迪40年的经验不是盖的哦。有没有漂亮，炸成这个颜色就好了。要好了，这安迪这个好了。要剪小条吗？这样不用，他们会自己搞定。不用剪，妈咪，他们会自己搞定的，不用怕。全部都已经大了，妈妈还要讲 service 要好一点，还问我们要不要凯越，你过来吃了吗？凯越，我们在准备要吃了，快点过来。安哥今天煮三公半的饭呢，嘿，你看妈咪煎炸，可是。在家是不提倡吃那么多煎炸物啦，可是因为我们习惯一路来都是在外面吃的，就偶尔就想念外面那些安迪安哥煎的鱼柳啊、哪个啊，所以也买回来自己煎。这个鱼柳是阿瑞特地买过来的，已经等安迪炸等第4天了，阿瑞等到景象那个景象都要长了，还没有煎到他的鱼柳，因为冰厨真的是太多菜哦。要排着去，妈妈，这个可以放比较久，放后面煮。然后阿瑞姐过来，终于吃到她梦寐以求的鱼柳了。阿瑞姐有你的鱼柳呀，阿瑞。差不多了，要好了。
其实我发现到，什么？看到吗？差不多好，妈妈很孤单的在后面，有人陪她，就只有我。全部已经跑去前面舀饭吃了，很饿了。现在几点了？现在8点多了，那完蛋，每个饿了，开始拿饭了。我叫他们先吃先，不要等我们，因为后面还没好，厨房还没好。谁？阿瑞，谁听班了？阿瑞。Hello, next one. 阿瑞，你的鱼柳好了，我们就扎好了。鱼柳走了，鱼柳好了，鱼柳好了，开盘，开盘，吃饭，吃饭，吃饭呢？有没有食指大动？我们的晚餐有没有很丰富呢？在今天就很像过年这样，现在是过年的年初四，所以大家也呼吁大家在家煮，然后不一定要煮到很简单，也可以轻轻松松有煮很多款式的样菜色。然后现在我们煮这样了，就是天津的那个，天津你的那个 is waiting for you， 这个是天津 special order 奖酱，要三个，妈妈的外孙讲要三个，特别 order 这个要三个。你们在家炸过哪个？其实蛮容易的。那是我其实我这么大哦，是上个月开始才买过哪个回来炸。以前真的是没有买过，都是在外面买来吃啊，去 KFC 啊，去 McDonald 啊，都是买那种5片9片来吃的。然后最后一次吃哪个呢？就是跟 Andy 跟 Honey 在那个 McDonald 圣淘沙那边，晚上我们去喝茶，可是没有东西吃。然后过最后看到 McDonald 有开，我们就进去那边坐着喝茶，聊到一两点。然后其实哪个对于很多我们平时跟朋友开会啊，也是很方便吃的一个食物。然后因为在这段时间还蛮想念吃这个，然后我另外特地去买。然后天津还 special 跟他的外婆说我要三个，可是天津他最近在长肉了，比较有吃饭了，但平时完全都没有吃饭的。很贵哦，蛮我们的那个油脂。安迪是中火慢热的慢炸，这样就确保我们其实那个你买回来它里面已经熟了的，只是说你买回来是翻热煎炸它。 OK， Mr. Chi 你吃晚餐了没有？这是我们家小朋友的 favorite 来的，这个看到吗？恩恩 you want 哪个？ How many you want？ How many？ 天津讲还要 Joey吃饱了没有？妈咪还在辛辛苦苦的在后面准备晚餐给我们，前面已经等不及了，已经很饿了。You do need 啦 ，You do need to eat 啦。You want one 哈？天津哥哥 want three 嘞 ，You want one 啊 ？You sure no？ Or you want two？ You take two 哈 ？One 啊 ？You want 一流 or not？ 一流。你看外婆的鱼柳很美嘞，外婆的那个那个也炸到很美嘞 ，love 嘞 ，today 的那个 is love shape 嘞，one 啊 ，OK，we reserve one for you 啊，去喊老板下来吃啊，下来啊，慢点拿刀了都，我老板你很快哦，他呢？爸爸吃了，爸爸看你在 Facebook， Mr. Chi 讲 poor grade 哦， Mr. Chi 讲 poor grade， 你也 poor grade， Mr. Chi 凯悦来了吗？凯悦你看凯悦
凯悦，你快点来吃了哦，不等你哦。每个饿了哦。我也是饿了。应该好了吧？应该熟了，上锅了。我们起锅了，我们去前面看大家吃到怎样。妈咪这边七七八八了。这个南哥我是买那个我上次买 Ayam Mas 的 brand。就比较美，上次那个。上次那个是。忘记什么 brand 了，这是 Fun Fresh 的 brand， 然后上次那个也是 Ayam Mas 的 brand， 不大记得，待会我去看回一下。我们的那个起锅了，看大家已经饿了，好吃吗？好吃吗？我们第一次排大家在饿着吃饭，然后饭是爸爸煮的，全部很饿了，围着吃啊。爸爸吃饭啦！好了，不要跟大家聊了，我们吃饭了。今天煮了我们的那个煎那个鱼柳，有 tomato fried fish 芥蓝油嘛，然后还有我们的酱油啊 fried fish， 还有我们的那个 salad 菜，我们的 tomato 蛋。好了，我们现在开动了，拜拜。几个。